科从制和人本共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科从制把人当成工具，为组织服务，达到组织的目标；而人本共制呢，是组织是工具，而人服务于人，创造人的价值。那么人单合一的人呢，是这个样，创造每个人的价值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，他比其他。